3月28日，据媒体报道，李生基将于4月8日在泰国曼谷开始亚洲巡演。据悉，鬼与粉丝见面会行程在曼谷之后是4月22日在中国台湾台北，5月31日在日本东京举办。同时，在下一部作品之前，李生基将与海外粉丝见面，作为韩流明星进行上半年活动。同时，相关人士表示，退役后也见证明星人气的李生基得到了许多作品的出演提议，但是据悉因海外日程等原因推迟了决定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